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公開活動嘅時候，冇回應記者被襲事件。梁振英中午出席一個童軍活動嘅時候，多個記者就毆打事件提問，但係梁振英都冇回應。大約半個鐘頭之後，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聲明，指行政長官同特區政府一向尊重新聞自由，對於記者被襲的暴行予以譴責，警方一定會嚴正跟進。